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阿木木被办了，敌军米法完了，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！Hello， 演着妹妹，放，他夹我，干啥呀？也许数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，法不还手。完了，少扣一个点，还行啊，还行。靠！通起了超越的旅程。我没三呢，兄弟。靠！突围，看你的了，兄弟。幺死二。我跑车，哎呀，减十二！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哈，枯萎。钱不够啊，我操，赛刀，先来个这个。你可毁于谬言。我有点打不过他，加死二，我这可全是小兵啊！你想好了，枯萎。加死二 ，X build， 哎呀，他闪现 A， 我要不然我就塔杀，我操了！他闪现把我 A 着了，要不然我们就被塔杀。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。为了恩赐，我愿
以前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有些灵魂注定要燃烧。不让我好好抠兵，是轮回的一部分，而你的这部分已经结束了。要死了，你就让我抠一会儿呗。要死了，哎呀！命都没了还加十二，命可以没，头可流，血可破，加十二不能没有。重要。度过了许多岁月，刚买的小药瓶就被我给卖了。你给我来个牛头来，我牛，那我下边给你来个牛头，牛头酋长，阿利斯塔。烦恼之物们，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我们得一直杀他了，这把，要不然这把无敌不了。这把不一直杀他，我一直抽兵，钱来的太慢。Oh.
出步点鞋是吧？嗯，是不出步点鞋？天空中有几处死的星辰。出呗。 1700，差50倍啊！他们的死亡就要降临了。 要杀我，老贱！你他妈挺猖狂啊你！哈，哈，哎呀，扣错了！哎呀，咋扣小兵了呢？我操！哎呀，今天这小兵是带嘲讽呢，我操！ 我扣小兵，我操！加12变成加3了，哎呀，我头疼啊！哎呦，我操，兵！没事，这波我们加3不亏，而且让他值钱了。 这波叫杀人不忘补刀，知道吧？这简直没打人，是真疼。主要是真实伤害。 加下面的，加下面就没有真实伤害呗，那还能怎么的？滋我一抽，放，放，完了，这都没死，放，救救！这咋这老仙人呢？你给我死！ 哎呀，还能换一个，挺好啊！我是没想到的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我也没打到哪，我就上高地，他妈这老些人，下路不也推塔的吗？我先来一个紫炎之力。 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。派克主要是想斩杀人，想斩人心切。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量。
炮啥的。你还好啊，让我 Q 这个，你要没让我 Q 的，今天我必杀你。熬夜喝点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，这是？哎呀，快点结束吧，生气了，这把玩的不开心。今天这个鼠标键盘的这手感有问题。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咖啡有问题，你鼠标键盘有问题，即使你咖啡再好，它也没有用。结束了，兄弟们。Victory!